拍的小导演大梦想是自己拍自己录的，虽然我们的短片很短，但是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的有意义，更增加了我拍片的知识，也增进了我和爸爸的父子关系。一般人总是从大人的眼光来看小孩的世界，而公共电视所举办的儿童国际影展是从完美小孩的角度来观看来评审，从原本扩大的影像国度中回归到小孩最初的心思和梦想。太阳出起就该起，公视是一个很棒的电视台，希望大家一起来观看公视的节目。